从4年前一直到现在，然后收获到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，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，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做公益。第一次遇见 TFBOYS 是发布第一个专辑，4年时间，三只乖巧懵懂的少年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。谢谢你们在我情绪低落、有困难、事情做不好的时候给我坚持下来的信念。祝你们4周年生日快乐！每个人力所能及，发出耀眼的光亮，聚集起来就拥有照亮整个世界的力量。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公益，和自然堂一起用爱守护每一份的美和自然。聚水之能，向光而生。